好，请各位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是有关于表格的部分。表格的部分呢，我们先来请各位看一下，起码我们先用一个类似一个形那个什么那个那叫形式力还是什么那种哈，就是一周的形式力那种感觉。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那这边一个一个帮各位介绍一下表格呢，它有用相关的几个标签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是一个表格，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叫做 table 这个标签，包在最外面，包在最外面。接下来看一下每一个横的以横接。整个表格是一个大单位，它的次单位是一个横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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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列。所以每一个横列就必须要有一个标签，叫做 TR。每一个横列哦，就要一个 TR， 它代表的英文字叫做。Table row， table row， 可以吗？好，再回头看，一行是我说是第二次单位，次单位是一个，我们现在以最上面最深的来看，接下来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就要用一个标签，叫做 TH 或者 TD。等一下，我再解释哈。你要用 TH 或者是 TD。TH 的英文的意思叫做 Table Head， 表格的一些标题。另外呢 ，TD 是什么呢？它叫做 table data。 OK， 所以呢，通常你要做个表格就是这三个组在一起，不然就是 table TR 跟 TD， 可以吗？好，所以那 TH 跟 TD 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老师，那 TR 要不要结尾？哦，对不起，谢谢。好，漏了结尾。好， OK，好，都要写，都一定标签，通常都大多数都有配对的哈。好 ，OK， 好，来，我们一个个来哦，开始做给各位看了。好，别忘记哈，这都要打在把笔结尾之前啊。好，来，开始我这边空了几行，开始来写喽。首先，我先把 table 先写好，头尾都先写好，有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开始要描述第一行，我就以刚才的形式力 为准哦。来看一下第一行，第一行第一格，我先描把第一行先描述出来。第一行描述的话就是 TR， 然后也把结尾写出来，可以吗？接下来就要描述里面的项目哦。我用那个什么，我用 TH。好，我用 TH， 那现在有八个项目，你就要有八个 TH， 所以 TH 我先把结尾先写出来，然后呢有时候我会把它复制一下，Ctrl-C， 好，然后再 Ctrl-V 是第四个，第五个，六七八都写出来了嘛，对不对？第一格是没有东西的，有没有？第一格没东西，第二格是星期一了，然后陆续下来，所以写星期一，第一个没有东西。哦，对对，第一个没有东西 ，sorry。再来，这里星期一，好，我就星期用复制了，好，很懒惰，抱歉。所以呢，这里就二三啊。好，
第一条打完，你来过来看一下吗？点过来。啊。哎，看到了吗？嗯，有一个空白。对，有一个空白格。哎，我说哈、哦，常常在这个地方看会看不准，所以我把存档按 F12， 还记得吗？按 F12 是什么？在浏览器预览，所以按 F12， 它会启动 IE 或者是 Google Chrome 出来浏览。来看一下，哎，这个表格没有框线，有没有注意到？对哦。好，这个表格的框线必须在 table 这个标签后面加属性。它的属性叫做 border。你看为什么我的提示符号没出来？是因为 我把它切成中文的全形，现在我换成英文的。来，你看有没有 border？ 就是边框。那如果设一，有看到边框了吗？我来储存预览一下。有看到框了吗？只是第一个怎么那么窄？跟各位讲，表格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很讨厌的就是它会根据你的里面的内格的资料大小会自动调整，但是你要强制它一定要那么宽，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那一个项目你就是在这一项，不是宽 WIDTH 等于。那你要看几个像素，假设我要100个像素，你看各位来，我点过来，有没有撑开了？啊，撑开了，其他的可能会被压缩，但是来看一下，因为刚才呈现的画面太窄了，你看我的画面这么小，它就这么小，我的画面大，它表格就大。啊，如果我想强制我表格不要这样子，因为浏览器变小它就变小，变大就变大，那怎么办呢？你要针对表格的这边属性加宽度，等于假设我设800，所以来点一下，你看是不是拉长了？嗯，设计一样长，有吗？你觉得它每一格会不会因为我浏览器开的比较小，开的比较大，有所差别，有吗？没有差别吧？所以来看哦，加宽的这个部分哦，加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效果。我加在表格的标签的后面，是控制整个表格的宽度。我放在 TH 里面，不是放在 TR 哦，不是放在 TR， 因为 TR 是一个 row 一个横列的长度，这个横列的长度是跟着 table 的宽度一样的，所以我是加在每一格，这边可以设定宽等于100，可以吗？嗯。好，那这样子后面，那你这里是100，然后后面这几个，各位知道它多少吗？其实它不是100，因为我只有这边指定100，然后后面有八个项目平分剩下的700，了解吗？好，它会是这样子，但是你的字多字少就不一样喽。比如说，我把这个一去掉，各位自己看啊，我把一去掉，这个是不是有点小？哦，看到没有？所以今天字越少，它就会被挤。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每一格都一样宽，那当然你就可以，对你这边每一个都要设宽。哦，好，那目前这是第一行，第一个 TR。先让各位练习一下，我们等下再加入第二个 TR 进去，看清楚。我等下会放在一样放在上面的投影幕，各位可以看一边看一边操作哈。来，